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，煎熬别气恼，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，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家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，难以戒掉。我多喜欢你，我不知道。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，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，喜欢你已变成信仰，难以放掉。我多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你有没有觉得江城今天怪怪的，一句话都不说？你们俩放学去网吧不？到时候你们俩一人一媳妇儿，走。干嘛？参加婚礼？哎，我们收拾完了。有哪位同学愿意帮着江城读一下这篇作文？这是人生中少数与父亲那么接近的时光。他虽然嘴上不说呀，但是心里肯定特别希望他妈回来陪他。你这算提前当老婆吗？哎呀，你不要说那么远嘛。哎，大哥，再等我啊！你能拿奥运冠军？明天来看我比赛，拿冠军给你看。吴柏松，你最棒！第二就第二吧，挺好。走。你就关起门来，永远别让任何人进去。你说燕军这一次他又不回来了啊？哎，江城。不知道坐起来是不是也是这样啊？老哥，我……同学们，从这节课开始，咱们讲邹忌讽齐王纳谏。啊，刘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占用点时间，说点事儿。啊，耽误大家点时间啊，说个事儿。咱们班的张贝贝同学转学去北京了，所以咱们班这班长呢一直没人，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啊。江晨，以后这班长就你来负责。哎，你可是要做班长夫人了啊。老师，我不太合适，换个人吧。哎，老师，我也想当班长。老师，我也想当班长。老师，我也想当班长。老师，我行了。啊，你这一个一个的。平时学习没见你们这么积极，林老师。同学们想当班长是好事儿，力争上游嘛。现在不是都提倡什么素质教育吗？你看看这一个个的，谁也不服谁，竞选得了。哎，咱们也搞搞民主啊！好，好。刘老师，你瞧瞧，这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着。行了啊，先好好上课。啊，刘老师，您先上课啊。邹忌讽齐王纳谏。你说刘青山这首字儿是怎么当上语文老师的？王师兄，还是你最有眼力见啊！受不下来，为什么？等我当了班长，挨个给你们复管。你当学习委员，我学习好。对你当体育委员，好不好？你说，怎么大家都那么想当班长？你没当过官啊，不知道当官的好处、啊。酸奶和冰皇雪梅啊！愚蠢，这只是其中一项。江晨，我帮你吧。不用。怎么让江晨擦黑板？你们家江晨是皇帝啊，怎么就不能擦黑板了？哎，不是，他感冒了，要是吸了粉笔灰就不好。心疼啊，太夸张了吧你！我跟你说啊，要实在是心疼，竞选班长去。这是朕为你打下的一般江山，从此江晨不擦黑板。
江辰，你怎么不当班长？嫌麻烦。就是，陈小新，你说你，上课抄作业，吴柏松逃学，林锦桥打架，人江辰帮还是不帮？我上课看小说，还是少儿不宜的，下次别再管我借了啊。江辰，这是我的竞选稿，你能帮我参谋参谋吗？你放这儿吧。谢谢你啊。你不是嫌麻烦吗？你还帮他？你俩不会这么为真的事？陆阳，你瞎猜什么？什么我瞎猜？这是人家高级领导的事儿。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是班长？就是。不是他，难道是你呀？怎么就可能不是我了？你懂个屁呀！是你是你。竞选班长的几位同学，把手举起来。朱巧巧、张海、李威。哎，老师，老师，我王大庄，你把手放下。还有感兴趣的同学吗？行，举手。去呗去呗，领导，反正你也选不上。还有吗？举手啊。陈小希，好，那就这四位同学参加咱们的竞选，把要参加班长竞选的演讲稿好好的准备一下。好，准备。我这个手啊，我这个手，他怎么听不懂人话呢？要不姐姐给你剁了，然后呢，让你妈卤一下，还能卖个好价钱。陈小希也好意思选班长，平常就他犯事最多。好了好了，班长不是自由选举的吗？嗯，来来来，我怎么选上班长都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？我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差嘛。你好像对自己有很深的误解啊。我也只有一次数学考了37分而已啊。对，数学考37分的女孩呢，最适合当班长。取笑我？我要不退出算了。或者潜逃，干脆申请政治避难吧。嗨，不过呢，要我说你就得竞选，多展现自己的优点，这样你俩才能碰出火花。我皮都磨破了也没碰出火花来。要不，你给我参谋参谋竞选考。千万别折磨我啊。静静。你要相信你自己。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实巴交的煤炭工人，面朝煤炭，背朝天，他的双手常年都是黑色的。每次他都跟我说，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了我的身上。每次他都跟我说，只要你做了班长，爹的腰杆子就硬了，挖煤也不觉得累。深受感动。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陈小希。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陈小希。老师。同学，大家好啊！我叫陈小希，我叫陈小希，我叫陈小希。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索菲亚·雪樱花流子，请大家等我一秒。索菲亚·雪樱花流子，一秒上来的。什么呀？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陈小希，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，可以成为老师的得力小助手。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吗？从小到大我就这样，还得跟人竞争。你不能这么说。你说咱们要是演电视剧就好了，镜头一晃，
多年以后，陈小希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班长了。大哥，你不还有我呢吗？我帮你。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热爱社会主义，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灿烂辉煌。大哥，你觉得你有优势吗？清明。清明。什么意思啊你？真诚，是真诚。反正你得让大家知道，就算你现在啥也不是，但是你愿意努力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班长。我觉得你的演讲稿可以发挥一下你的特长，搞笑。我觉得身世可以描写的再凄惨一点。叔叔阿姨还在吗？哎，怎么说话呢你？好了，来，把你最想说的话说出来。我想当班长。听不见。我想当班长。大点声。我想当班长。陈小希要当班长了。啊！我要当班长了。陈小希当班长了。啊！我要当班长。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陈小希。虽然我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那一个，也不是最遵守纪律的那一个，可是。可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会投我一票吧？你说呢？我说当然会啊。如果我被选上了，我会用心的为同学们服务，用真诚做老师的助手，努力工作。做一个出色的班长，谢谢大家。下一个，快点！笑什么笑？有本事你们上去啊！行了，都别说话了。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。我知道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你们可能会觉得我非常的可笑。我也从来不是一个大家眼里的好学生，甚至有的时候会犯错，会出丑。可是，可是我愿意为了大家而改变。今后，我们还要一起走过三年。这三年里，我们可能会吵架，会为了彼此生气，但是，我们更会为了这个班级而一起努力。我希望，留给大家回忆里的，不是一个时常闯祸、总是拖大家后腿的陈小希。而是一个可以真正帮助到大家的陈小希。我希望可以做一个跟大家一起努力的班长，请同学们多多指教。好了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好了好了，开始计票吧。李威，陈小希，陈小希，张海，李威，朱巧巧，李威，陈小希，李威，陈小希，陈小希，李威，李威，李威，陈小希。陈小希。老师，李威14票，陈小希15票，朱巧巧4票，张海6票。那个老师，怎么了？江晨还没来呢。江晨去报作业了。啊，咱们就不等他了。嗯，就这么样。好。李老师，
作业本拿来了。好，放这儿。哎，秋山，想谁呀？李薇吧。这哥们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不是，你俩各十五票。嗯，我觉得大家都不错啊。既然平票的话呢，那咱们就试用一周。李薇和陈小希都做班长，我们也感受感受。下个周五咱们再选一次。下周咱们班还有个运动会，你们两个班长一会儿就分组把班费收一下，开班会的时候把班费交上。好，回座位吧。好，我们翻开课本啊。今天讲第七课。早上好。嘉晨，昨天谢谢你啊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我买了两份，你别浪费了，收下呗，留着当点心吃。放这吧。嗯。天赋，天赋。别说了。大家都别说了，打预备铃了。乔西，嗯，换个男人吧。不换。那你揭竿起义呀、啊？不敢。到时候被李薇抢走，你可别跟我哭啊。那怎么办？抬头，挺胸，走，给我表现一下你的正派风范。江晨，你怎么不当班长啊？你要是当班长的话，李薇当副班长，你们俩合作起来肯定特别有默契。可我也不是正宫。这样的话，老师就不会搞什么投票了。你看陈小希最后那一票，多尴尬呀！哎，什么意思啊你？本来就是啊，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非要当什么班长？你干嘛？彩票了，是要打起来吗？没错。你们几个看着是比我大哥重很多呀。快上课了，快上课了。你倒是说说呀，你为什么不投陈小希？对啊，为什么呀？他不需要。为什么不适合当班长？你本来就不适合。那李薇就合适吗？比你合适。你疯了！哎呦！你刚才跟江晨干嘛去了？陈小希，陈小希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他欺负你了，我找他去。哎，走吧，跟我说班费去。什么？你把江晨给踹了？小声点。陈小希可以啊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算是对你刮目相看了啊。我还以为你平常是个受气包，没想到你还是个灌汤包，戳狠了能喷人一脸。你说我怎么办啊？他会不会生我的气啊？我要不要去跟他道个歉啊？江晨，不是，陈小希怎么敢踹你呢？我的天哪！哎呀，陈小希这胆子也太大了，我回去得夸夸他。你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虽然说踹人的是你，不过我莫名觉得很爽啊。我都快愁死了，
班费我都不敢找他收。哎呀，愁什么愁？赶紧数完钱吃饭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马上，我已经数好了。多少钱？1000。哎，江辰在那儿，给你收。大哥，又收保护费啊？江辰，小千，江辰，刘老师说让你帮他抄一下报告，说你的字好看。知道了，我也觉得你的字好看。哎，你是不是练过字帖啊？不像我的字写的太小了，不好看。我可以推荐个字帖给你练。真的？大哥，保护费收的越来越有气势。小西啊，收多少保护费啊？你问这干嘛？大哥，别告诉他，贼眉鼠眼。谁贼眉鼠眼了？吴柏松说的对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点一下班费，今天下午交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你不会是？说话大声干嘛？你不会真的把班费弄丢了吧？多少钱啊？这是，你说你还在实习期呢，陆星霞那么凶，不会让你退学吧？你别吓唬我，那我真成我们家学历最低的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肚子疼。千万别跟别人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全都找过了？哎，我连笔帽都找过了，真的找不到。再回忆回忆，你都经过哪儿？你看啊，咱们中午喝了奶茶，吃了烤土豆，对吧？去了食堂、小卖部，那剩下就是教室了。这没了呀！哎呀，你再想想，肯定能找到。去哪儿？哎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我大哥说他肚子疼，喝开水啊？也不是，喝开水啊，是针对女生的。你大哥不需要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大哥怎么不说女生了？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小口误行了吧？那你带药了吗？啊？除了我们家静静，谁的肚子疼都不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。要找药，自己去问李太医，一楼岁月班那办公室。哎呀，老师，啊，真的老师，肚子疼得不行了，老师，啊，你给我拿点药吧，老师。同学，新来的吧？这演技还是差了点啊。没有老师，就是。同学肚子疼，我给他要点药。男同学，这男生肚子疼跟女生可不一样啊。
那老师，您给我拿点女生肚子疼的药。谢了。这帮孩子。食堂没有，小卖部也没有，难道是丢厕所了？不能啊，那么大一坨斑呗。干啥呢？破案呢，玩玩去。破案呢？柯南出新游戏了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这不是学校吗？以你的智商，我们可能无法。八二现在破案，一般都看监控，你不看《法证进行时》吗？我靠，可以啊你！这么多年电视剧没白看，整天拉肚子，反面发烧，数日就逃学。你还疼吗？不疼了，不疼了。这给你。你把班费丢了。我没有。哦。真的丢了，你帮帮我吧。为什么呀？等我当了班长以后，我肯定重点照顾你。哎，求求你了。怎么丢的？我想不起来了。你想想，你最后一次看到班费什么时候？我都想一天了。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那就继续想嘛。你下午不是问我收过班费吗？拿了钱然后呢？然后我想起来了，我放到作业本里了。哎，作业被刘青山收走了，你再帮帮我。你踹人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去踹刘青山。哎，江晨。老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求求你，千万不要告诉刘老师。老师，老师，我错了，你千万别告诉张主任。别以为我脾气好，你做了错事我就能帮你瞒着。站好了，一会儿跟我去张主任办公室，听见没有？描述一下症状吗？不知道，这拉肚子从哪点吧？进去。哦。没
您说的对，刘老师，这种学生啊就不能惯着，就得严惩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，刘老师找我。啊，是是是，江晨不是字儿写的好看吗？我让他帮我同份报告。来，江晨，去。你呢？在这干嘛呢？我，老师，我有心事儿。讲。自从我当了班长以后，我就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老失眠。我就在想，我手里握有这么大的权力，我不能给老师丢人，不能给同学们带来麻烦呀。所以，我这心里就特别难受。对，我就是想为班级多做贡献，多给同学们出一份力量，做一个五讲四美的好班长。老师，您信不信我？您要是信我，我这一辈子都给您当班长。我信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那我先走了，老师。张小希他没事吧？来人了！我去看，我去看。哎，还站外面呢。你看，那肉呢？吃了就好了，谢谢啊。怎么办？哎呀，又就是班会了。班费怎么还没拿回来？当时刘金霞都进来了呀，要是让大家知道我把班费放到作业本里，不得笑话死我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下节班会课我就躲厕所去，你帮我请个假，大不了我明天问我妈要钱再拿给她。我觉得我这个主意还挺好的。你这个班长当的挺好的，你真适合当班长。你还拉肚子吗？我还没想好。
最近咱们班级里的纪律不错啊，两个班长辛苦了，尤其陈小希最近进步还挺大的，今天还找我去汇报思想了。你们都得向陈小希学习，平时多想一想班集体，别总想自己。来，两个班长把班费交上来。老师，我这里是1000，我和陈小希一人收了2组，一共是2000。陈小希，陈小希，快！老师，我把班费弄丢了。啊？什么？刘老师，报告我写完了。哦，这么快啊？哎呀，真是好字儿。这字儿肯定是特意练过的。老师，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回去了？啊，行，那谢谢你了啊。没事。不行的话就别做班长了呗，谁知道是丢了还怎么了？乔洛，说话干净点。又不是我把班费弄丢的。老师，班费在我这儿。他把班费放我这儿了。老师，班费是我弄丢的，也是江晨找回来的。对不起，我不适合做班长。同学们，你们还小啊，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陈小希当时竞选班长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：我们将会一起度过人生中最重要的3年，在这3年里，我们会吵架，会犯错。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。小希，还少了一句，这3年也是同学们真正成为一个大人的3年。它的意义啊，不是你们学会了多少化学方程式，也不是你们是不是做对了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。这3年你们要学的是，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大人？做错事情了，具有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有了这个勇气，还需要有一颗心，一颗宽容的心，用它来包容别人的错误。没事，陈小希。没事，小希。没事，小希。没事，小希。陈小希已经很棒了。是是是。陈小希，没事。谢谢大家，不过这次真的是我做错了。老师，我愿意辞去班长这个职务。好，这个小插曲就这么过去了，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。坐下吧，咱们就继续上课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肚子痛。没事儿，没有更好。还害你买了这么多药。没事儿，给大哥花钱我乐意。不过这个药还是你留着吧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。改天请你吃牛排。其实你说的对，我的确不适合当班长。
你这个班长当的也挺好的。啊？哎，你等等我。等你干嘛？等你踢我？也许是仙女施了个魔法，变出你和我对话。这繁华世界让人应接不暇，哪里会让我停下？别管他，被怀疑被打压，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。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，你明白呀？告诉我这是梦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充满我爱的诗的家。梦里所有挣扎破除了牙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，来吧别害怕。转放不下，满腹辛劳，满喉喑哑，初心燃一路芳华。告诉我会实现吧，是我的梦话，
描绘未来的那个装满我爱的所有的家，梦里所有磨难开出了花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，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。